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Team Music 音乐频道。今天呢，要来带大家开箱的是特修斯的最新录音作品《南国再见南国》。没错，好，那其实之前有跟他们合作过，对，所以如果我还没看那支影片的话，可以点这边去看。我会放资讯卡在上面。对，那我们最近他们作品出来了，那我也收到了，所以我们就借机来开一下。他们这张是从就是社会环境啊、个体、家庭这三个面向出发，然后就是在讲就是聚散啊这些的因果关系。对，那其实这个《南国再见南国》就是它取自1996年吧，是吗？侯孝贤的电影就是同名电影这样。对，然后特修斯这次他们其实里面就是也做了改变，就是跟创新这样。把歌重新改编，然后这张呢，好像也有找了像是 Bass and Hazy 的易奇当做制作人，然后也有像比如说像影分子的大提琴手刘涵，然后黄雨涵，还有二胡手，然后等等合作，那还有那个巩顺啊这首歌，还有找那个流氓阿德一起合唱，对，就是还没好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里面的东西。没错，看到，首先是它的 CD， 然后还有里面还有海报。看到他们正面是算是一张照片，对，然后背面就是他们的歌曲的歌词，还有中文，就台语跟英文版本，对，然后最下面是合作介绍的，对，然后总共有三张，就是分别一、二、三跟四，啊，注水是这张。第二张，巩顺啊，好，那就来讲一下他们分别的歌曲喽。那就先来讲一下《注水》这张吧，《注水》就是溺水嘛，对。然后他们这张其实用了就是摇滚乐的编制，然后还有是大量和声的堆叠。其实他们之前有发过。就是也是注水，但是跟他们是不同版本，有可能也是跟他们现在这张跟过去的对话也说不定。对，那其实两个版本其实都还蛮特别。其实他们第一个版本的时候，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他们前面的那些声响。对，那第二个就是这个版本，那也有重新改变了这个部分，那也有很多部分了，大家有空可以自己去听的。那接下来点进你的烟，我早不再和你说那些平凡的日常。对，就是他们其实就是用，就是刚才有讲到嘛，就是大提琴啊、二胡啊，有来在这首歌就可以听得到。对，然后至于像巩顺啊的话，就是能看到跟流氓阿德的合作。个人是还蛮喜欢这首的，所以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听一下，他们的新作品。对，只是有点可惜他们半衰期没有在里面，对，个人还蛮小小感伤。那大概开箱就是这样啦。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，或是还想看我开箱什么样的专辑的话，那就底下留言告诉我咯。那我们下次见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哦，然后开启小铃铛。
对，然后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